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你们会带这个不运动就是懒的这个海报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马英九总统对于现在国人身体不健康，然后为不运动为理由，可是大家都为了要拼经济没有时间去做休闲运动，这不是他的问题吗？而且还有警告我们所有年轻新人，年轻青年应该要出来从事社会运动，也是很好的建议啊。那谢谢马总统，谢谢马总统。所以你们也是劳工吗？不是，我们是学生。你们是学生？对，我们是学生。但是你们想说要响应这个声援这个活动。嗯，可以讲是哪一个学校吗？我是淡江大学气管系。那这里有多少同学？你们班上多少同学来呢？我们学校这边还有很多不同学校的学生都在这边。所以你们都串联在一起了吗？对，是我们都串联在一起。你们是有脸书粉丝团吗？啊？你们的串联是用脸书吗？还是实体的？我本身自己感情就蛮好的，所以都有讯息互相告知，不一定通过脸书，有个打电话之类的。所以你们实体上有联系？对，都有在联系，密切做联系，然后为各个劳工做声援。那你官场工人的时候也有去过。那你是社团吗？是一个社团？不是社团的活动，是个人的联系吗？对，是个人。那大概有几个学校？这里有很多个学校，应该十几个吧。有十几个？对，应该有十几个学校。你们多久联系一次呢？我们密切联系，只要有任何活动都互相告知。是啊，都是用电话联系啊，没有用 email。也有用脸书跟 email。你们的脸书是用哪一个脸书？就是脸书这一个。你们不是有什么脸书团呢？什么活动团？是有传信息 MSN 之类的。OK。